吗？不用了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叔叔，你怎么不穿鞋呢？你是不是没有钱买？叔叔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妈妈，开门！怎么了？我忘了拿鞋。叔叔，给你鞋，你穿看一下，合不合适？不合适，那你就先挑吧。谢谢你，小朋友，我不能随便要你的鞋。走啊，上班了。呀，你看我鞋呢？什么鞋啊？哪双啊？小白鞋那双啊。你都上班要值班，你就随便穿一双去，等一下我再帮你找。行吧，行吧。收起来，这样。哎，王雪，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呢？啊，你拿我的鞋子来这里干嘛？害我找了半天呢。啊，爸爸，我看他很可怜，没鞋子穿，所以我好冷的，冷的雪啊，你做的很对啊。有一次你和妈妈出去逛街，差一点被车子撞了，是他救了你们了。雪啊，你先去上学吧，啊，爸爸有话要跟他说。好的，爸爸。大哥，你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呢？那次你在医院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回来就没见你了，去哪里了呀？大哥，走，我上去说，去我家，走。